手做得更扎实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不只是有四强啊，打进冠亚军都有。哇，第一时间啊，冠进两分，施延宗阿飞冠进两分 ，end 网还有加罚的机会。哇，我们的大学篮球真的够精彩啊！看193-194公分的前锋啊，阿里乌空中第一时间灌篮了。高建义喂球给施延宗，第一时间空中作业灌篮得分。哇，今天一手大学的表现，这场比赛真的要卖票啊！哇，这一灌啊，真的是施延。